晓得他想去。好，大运官有大王，林曼玲老师，大家好，毕老师，大家好，毕老师，感谢热心参与我们这个表演者，今嘛要为大家一出的戏剧叫做《家庆军游台湾》。台南古都城空楼，那烟空叫做那薄皮头。最好不是是点码头，北斗的姑娘讲是啊无斗，人讲大西的是海口，那清水叫做牛头。叫医生讲是笔山哦，家己的姑娘是竹罗山，船公叫做发财山，阿公店是叫做公山。讲金山的汉子讲上啊大山哦，木工的厝内讲是啊名山，我到何家讲是云南，人拢不懂。是台湾，我哩，我来。干花四下无人，报出金之名，正是无何。来请阁落。台湾的所在，你我不可以军情上亲啊！我了解，在朝之上，你是高高在上，一国之尊。今天来到台湾宝岛这个所在，难讲兵好难敌高军济。虽然我是何国的大将军，也不过保家方相依你，等于兄弟相亲，安尼啊，才袂啊惹人个耳目，啊，事事行行小心就是啊。李勇，你讲了无唔对。这摆，咱打扮白身来到台南府城。哦，你的这个所在，你跟我讲，台南府城有足侪名节古迹啊，有啥物所在呢？皇上啊，唔通，这摆叫你大哥咯。对。台南嘛、啊，上出名就是安平古堡。安平古堡。嗯。也做一个好所在，伊就是赤坎楼啊。赤坎楼。是啊。嗯。台南名胜真多，小姐嘛真多。哎呀，李勇啊，这摆有你陪我在过年的辛苦边，我会当放心真多哦。是啊，大哥，今天啊，咱来到台南府城，啊，目的啊，不是讲单纯的游赏风光，你也是走出一梦前程呐。所以啊，走出宝岛四大所在，就是要走出一梦，一梦的前程。再来，你每天啊，在雕高上。啊，唔知吼百姓生活的疾苦，所以啊，咱立方出巡，打扮百姓，就是要来调查即个老百姓过生活是如何，所以这件代志甚是重要啊。是啊，
无你给我提醒，我差一点仔都袂记啊！要来找找应梦先生，哪里你用我问你，应梦先生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哥，应梦先生我哪知伫倒位？咱就免走，将来到台湾这个宝岛好所在。我也甲你讲，我有一个至交好友，名唤王德龙，伫咧长沙甲伊来熟识，伊是一个做生意人。每日啊，就是咧做生意为生，行行台湾、长沙两地咧招商，所以今天我想要啊，找大哥你去甲这个王大哥来熟识。伊相信，伊住伫无远的朱罗山的所在，咱即摆是台南府城，相信无偌久的时间就会使甲朱罗安尼吼，方向你去熟识一个王大哥，这有好无歹哦。好，那咧利用你带落来呀、啊。大哥，我来呀、啊。
王杰咯，上下叫做王小团，姑娘结婚，但是我是听话的，可能相亲早早就过往二世。上下说是我叫做一手来请养人权汉大，上下一年一年大汉，也非常的怪卡天